哇，死了！不要！没有人救你。你后面那个艾瑞，他在推塔，他在逛街。啊，救哥！哎呦呦呦，他丢的可以。他刚刚看到你，他刚刚才看到你。吓死我了！好险，他眼里还有我。晚上好，阿妈，我好久没跟你玩了。因为这是我的时代，我的擂台。怎样？我一定要跟到你的怎样？推屁呀！那个，没枪，不会腻吗？不会啊，玩得好，好玩就好啊。跟他玩才会腻。狗屁啊！好啊，都不要玩。大家都不要玩啊！就跟你们说了吧，我跟阿嬷感情不好。我们是互相 diss 的关系。没有错的。然后我还要来这边偷袭啊，经验超爽的。阿嬷，你看一下我脚底下有什么东西。就知道是谁在 carry 的吧？下星期还是我播吗 ？No。下星期 Ruby 失业啦。对啊，大家可怜可怜我吧。我会在这边卖萌给你们看的。我最萌了。马上看到阿嬷那个进程可以，那也是我晕的好吧？啊！有专人带牌，还好吧？我在 carry 他们的，什么专业带牌？我真的劝你们是给我搞清楚了。我就不说了吧。给你盾！哇！给个毛盾哦，还给什么？给个毛线啊，我怕你死啊！这毛线还是要给的、啊，不给的话又要说我扣招。这年头辅助五五个拍牌、欸，没有比赛就可以晚点睡觉，没有错啦！你掌握到了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。可是我明天很早要起了，关我屁事啊！他们在问我，哦，因为我会心疼你，是不是？等一下啦，不要啦。啊，不担心，我在离你不远之处，你就勇扛着上吧。不需要你。龙杂会还敢在这边滑板鞋啊？啊，摩擦摩擦，我死了！真的在地上摩擦了。他把我的脸拿在地上摩擦了。好、哦，不好意思，不，红男，我的红男，我的红男，快走啊！我又有红男啦。我帮你救一个，就他拉到我大招，傻眼。很好啊，到了，你可以推回来。给我推回来，我的！啊，推回来被你把震弄剪毛哦哦，开心！在剪几剪几点的啦？干嘛？你刚刚想讲剪鸡鸡是不是？剪我鸡鸡那边还没哦，十二点了，你可以十二点请开。他拉到我、欸、那个真的不好意思，他在拉我，他这刚刚是不是米克代打？我手被绑住了，不行。我们在玩羞耻 play， 我可以那么，我都一直在认真讲干话。可以玩美娜吗？可是我每次玩美娜，人家都说你还是玩爱丽丝哦。你要中路吗？我觉得心情很糟，那还不如就玩爱丽丝啊。中路，我你可以举个例子。告诉我，都 OK。这个最难玩，最难玩没有，我配给你玩的。好，你们两个就小世界啊，两个人住一起，还给我两个人小甜蜜。你可以来啊，下次。不，下次就换我们。嘿，好，可以叫后面那个矜持一点吗？我给你护盾、治愈，什么都给你。嗯、哦，你好棒，滴滴滴滴滴滴。出来！是要等什么了？阿嬷，你要不要我一下？我这波支援，你连助攻都没有，到底关你个屌？儿子爸爸，我来自内湖，我爱玩手机，哇哇！为什么我刚刚好像听到什么不雅文字啊？啊、哦，干嘛？哦，白痴哦！我觉得你的蝙蝠白痴这个。好啊，他这样给我吃掉那个包包。什么叫做米克雷被我放弃了？没有吗？我们在打三排，米克只是在串场。妈，今天一直摸我腿，我操！不是，哎、欸，你不要这样讲话、欸，是你那一件裤子材质很好摸、哦。我感觉你的领口也蛮好摸的。讲啥？我怎么会想要玩提米呢？真是的。这是我要问的问题。不许吵！完蛋，我死定了。不玩了，心态炸裂。哦哦哦，有啊，想要死了，好一样，云草给你哦，谁？
你哎、欸啊，你该不要打死啊、哦？你很好帅、啊，你呀、啊，你是难看呐、啊，讲出来了啦，还演呢、啊，快逃啊！主播赛比谁最帅谁最正？最帅当然是我啊！有，终于不是只有中间那个数字在跳了，真是开心。哎，后面超人会推。哎呦！我扭掉他了，白痴还敢他妈在这边给我嘻嘻哈哈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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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可以可以，耶、yeah, ！我要打一场。我素颜，我没有在这里素颜开台过。有吧？你的那个 FB 有很多影片都素颜，没有，是不是没有画的那么精致？我们总是逆风开局哎、欸，逆风高挥啊！我该不会头是被你拿的吧？当然没有啊！你怎么讲这种话呢？如果是我拿的，绝对会直接大声的告诉你，名字好好打，什么 Ruby。什么 Rudy， 你们也是够闹。野哥，其实我好紧张。啊，没人在乎你紧不紧张啊。我就喜欢你这个回答，喜欢被拉哦。小心小心。嗯，他拉我了。啊，我拍不到全家福。检查，耶。全家福，耶。Nice。你们玩，你们玩，你们两个好好那个培养。培养默契。哇、哦，要被雷了，我要打野了。完蛋了，要输了。屁啦，输也不是我的问题、喔、啊。你的问题啊？不是不是不是。对啊，我有71%胜率哎，都是躺上来的。炸了，他们炸了。他们这个蓝颗头。回家。很棒。哇，完蛋！后面有人在跟。哦、yeah. 啊。哦、啊。哇，死了！哎、欸，不会，不会。不要。哎、欸，没有人救你。你后面那个艾瑞，他还在推塔，他在逛街。啊，救哥！哎呦呦呦，他丢是可以。他刚刚看到你，他刚刚才看到你。吓死我了！好险，他眼里还有我。有那么棒啊，我们的队友。不是啊，为什么都要追我啊？救援我方，爱丽丝。这样我死很夸张，是不是？为什么要救援我？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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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我死了。嗯哼。那个兵，那个兵，他会不会清兵？看到完蛋，他不会。清兵呢、啊？清兵呢、啊？哇！他没有补兵推塔。哇，应该不是我问题，应该不是我问题。他在吵什么、啊？不知道，我懒得理他。去死吧你们！我今天听说刮痧好像不能洗澡哎、欸，史考特叫我不要洗澡，他说我洗澡会容易感冒。啊、感冒就感冒啊，感冒总比没洗澡好啊。他说不用保他，我也不想保你啊。哎、欸，现在为什么他们都要这么凶啊？都这么晚了，还有人讲话会这么凶啊？我觉得我玻璃心要碎掉了，我被嘴了。那我要友善的回他一下。很烂，凡恩来补一句，我好强。凡恩吃药不要打，很冰，很冰，很冰，很好。酷哦，有个屁股，对啊，有个大屁股啊。对啊。对啊，是什么？不要那么快就。就这样欺负我啊？可以啊。我没有啊、哦，是他们说的。野哥没有到屁股哦，不许你们这样说。野哥一表人称，野哥小屁股这种话你们讲出来，偏了。哇，你这个剪尾刀哎、欸。哪有啊？我是不小心按到、啊。少来，这种很不小心按到的。我是抖了一下按到、哦。我书读的少，不许你骗我。他的领地好棒哦。虽然他叫便便小鸡鸡，若我允许他叫这个名字，一定要撑到两点，真的哎！原本还以为两点前可以结束，现在被撑到要两点了。啊！你怎么不见了？哦、他怎么哎、欸？
他打到一半突然不打了耶，我操！我刚刚已经要进去压全部人了。你刚刚压的拉莫好哎。然后就不打了，直接走了，打野。他讲之后，野哥来，全家福。放下耶！哇，这反跟连输五场哎、欸。好，这样比较好。我这个账号好像没有零的，我有零地耶、欸，反正玩个零地吧。干嘛、啊？你用会用什么？我忙着在检举。哇，检随便检举就好了，那不会过的、啊。快去买啊！你应该还要撑一下吧？对，我还要再挂一下。好，那我先挂电话。他妈挂我电话！拜拜，白痴。好了，拜拜，大家晚安喽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